咁另外一隻2388啊嘛，都係想買喎。咩位入呢？如果係即係啲銀行股。咁啊，銀行股嚟講咧，就個跌勢就冇咁犀利嘅，即係咧對應翻咧頭先講嗰啲啊科技股啊，或者咧係啊呢個個能源類嘅股份咧個波動性會比較係大一啲。咁啊咧，所以咧啊中銀香港咧，咁啊咧視乎翻嗰一個嘅取向嘅，咁啊就如果你話咧作為一個嘅啊收息嘅考慮，咁啊就現時呢一個嘅位置咧，我覺得咧都可以去考慮吸納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話咧其實我就係諗住去賺價嘅啫。咁啊就我覺得咧可以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啊落翻去咧，介乎28.5蚊去到29蚊之間先考慮吸納。